连走也不害怕，前方等了谁是吧，我连走也不害怕，前方等了谁是吧。姐夫，你在念些什么？我昨晚做了一个噩梦，有个巫婆把我变得满脸痘痘，又有蛀牙，好恐怖。我也是，我梦到葡萄变西瓜，萝卜变龙虾，我都被吓醒了。你们要放轻松，不要太紧张，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表演。所以我在念咒语呀。原来这样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念咒语吧。一二三，我念咒语不害怕，痘痘通通消失吧，全部通通消失吧，全部通通消失吧。请大家欣赏我们的表演，五一五二二，为我们加油，谢谢。